Ray TV， 大家好，我是 Ray。之前中华村呢，经过这家店大排长龙，我就很好奇，这家有那么好喝吗？今天刚好经过的时候啊，就想说买一杯来喝看看。整体感觉是偏甜的，而且他们不能调整甜度以及冰块。一开始喝的时候呢，会蛮不习惯的，对大部分来说，应该就属于偏甜的口味。反而像瑞一样，另外再加入冰块呢，喝起来比较顺口一点哦。所以呢，不喜欢太甜的话呢，可以买一杯，然后加冰块变成两杯，大家可以试试看哦。今天的小美食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喜欢的朋友们，欢迎按赞及分享，谢谢大家。